机轮负重系统啊，可能出了问题。大家好，欢迎回到宿舍心语。刚刚看到一个消息啊，是斯里兰卡卫报的一个报道啊，介绍的是一篇深度的分析文章啊，还是挺有意思的。那么这个角度呢，以前我们也没有聊过，所以呢，今天就和大家介绍他这篇文章，他主要讲了什么东西，应该也是一个比较具为颠覆性，而且呢，很具有技术深度的这个重磅炸弹。那这篇文章的作者呀，叫鲁安蒂萨·阿贝拉特纳啊，他是一位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教授啊，就是航空航天法呀，担任过国际民航组织的这个高级法律顾问的这么一个顶级专家。他的观点啊，就不再是基于现象的这个推测，哎，而是呢直接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哎，能够完美解释所有核心矛盾的根本性的技术故障理论。那这个理论啊，如果被证实，哎，将彻底清洗飞行员的所有嫌疑，并把调查的矛头呢，就无可辩驳地指向飞机的系统设计本身。阿贝拉特纳博士啊提出的这个新理论呢，它的核心在于飞机上的两个关键系统，它的沟通失误。一个呢叫机轮负重系统啊 ，weight on wheels (WOW)， 和这个全权数字发动机控制系统就 FADEC 之间的这种致命交互。那我们来拆解一下它这个有点精妙的理论啊。那什么是 WOW 系统呢？就是机轮负重系统。那顾名思义啊，就是安装在飞机起落架上这个压力传感器或者机械开关组成。它的作用非常单纯啊，就是告知飞机的各个计算机系统一个最基本的二进制信号。我哎，现在是在地面上，哎，还是在空中呢？那这个信号有多重要啊？这个看起来很简单的信号啊，是飞机自动化逻辑的一个基石，它支撑着一系列关键功能的正常运作，比如说反推力装置啊、自动刹车啊、扰流板，以及最重要的就是发动机的控制模式。那么阿贝拉特纳他的理论认为啊 ，AI-17 要空难的根源，哎，可能就在于这个最基础的信号传递，哎，在起飞的瞬间啊出问题了。这个理论链条是这样的啊，当 AI-17 要成功离地，它的起落架上的 WOW 传感器啊，本应该立刻从地面模式切换成空中模式。但是啊，由于某种未知的故障，也可能是传感器本身的问题啊，也可能是信号传输的错误等等，这个错误的地面信号呢就被错误的发给了 FADEC。 那 FADEC 啊，这个发动机的大脑在接收到我还在地面上这个错误信息之后呢，它的软件逻辑啊就拒绝切换到飞行模式。结果就是什么呢？尽管飞机已经升空，哎，飞行员还在全力的推油门，但被欺骗来的这个 FADEC 啊，可能执行了某种地面的安全逻辑，甚至触发了这个燃油切断的指令，哎，以防止发动机在它认为的地面状态下超速运转。所以这个理论啊，可以说是啊有点石破天惊的味道啊，它不再是需要任何关于人为失误啊或者蓄意破坏的这个猜测，也不再需要去解释那个开关的锁定功能为什么会失效呢？还提出了一个更根本的性啊，就是飞行员没有错，开关本身也没有错，错的是那个让飞机认知错乱最基础的 WOW 信号。所以 WOW 啊 FADC 这个故障理论啊，之所以还是比较有说服力的，是因为它几乎完美的解释了啊，初步报告中啊，那让我们最困惑的、最没法调和的这些核心矛盾，比如说它解释了幽灵指令的来源，哎，那个切断燃油的指令，它既不是来自飞行员，也不是来自开关的物理移动，而是来自 FADEC 系统啊，在错误的地面逻辑下呢，自行生成了一个幽灵电子指令。它还解释了什么呢？就飞行员的对话。那一段啊，就是，哎，你为什么切断了？我没有啊，这么个对话变得就无比真实和合理，因为两名飞行员呢，都眼睁睁地看着发动机正在失去动力，却完全无法理解原因，他们确实没有做任何操作，还解释了呢物理和数字的矛盾，哎，就是驾驶舱残骸里边这个物理开关之所以停留在运行的位置啊，是因为它自始至终啊都从来没有被移动过。黑匣子记录到的呢，根本就不是物理开关的位置变化，而是来自那个 FADEC 发出的致命的电子指令本身。另外啊，他甚至还解释了那个10秒的延迟，飞行员在面对一个完全超出他训练范畴的这种飞机不听使唤的这个未知故障的时候啊，
他经历了震惊、困惑、互相的询问，并试图啊从其他仪表上找到答案的这么个过程。所以这十秒钟是极其宝贵的，在完全符合逻辑的这个所谓故障诊断时间，到底怎么了？那么，这种传感器欺骗计算机的理论，是不是有点天马行空的这个阴谋论呢？哎，这个恰恰相反啊，在航空史上啊，它是一种真实存在过的，而且极其凶险的这个经典故障模式。我们现在就来看几个航空史上啊，因为小小的这个传感器欺骗了飞机大脑而酿成的这种惊天惨剧。案例一呢，就是最完美的 AI171 的参照系，就是德国 XL 航空 88T 它的航班空难。那如果说航空史上有哪一起空难可以看作是 AI171 这个 WWFDAC 理论的完美参照，那无疑就是2008年的11月27号德国 XL 航空的 888T 号航班，一架空客320的坠毁。这个时间背景是这样的，这是一次飞机租赁交接前的测试飞行。在飞行中啊，机组啊需要测试飞机的各项系统啊，包括低速飞行中的失速保护功能。这个幽灵的起源呢，就在于这个悲剧的种子就在飞行前就已经埋下了。这个地勤人员啊，在清洗飞机的时候呢，不符合规定的用水直接冲洗了飞机的引脚传感器。那当时的气温是在零度以下呀，水就渗入了传感器后呢，结冰了。计算机就是发生认知错乱了。那飞机起飞之后呢，这两个被冻住的 AOA 传感器啊，无法感知到真实的气流角度，只能向飞机发动机持续发送错误的冻结在地面状态的那个信号。飞机计算机呢就做出了这些，收到这些垃圾数据之后啊，就做出了一个灾难性的判断。他认为 AOA 传感器已经失灵，于是啊，他拒绝将飞机的控制逻辑从地面模式切换到飞行模式。所以在地面模式下啊 ，A320 所有核心的飞行保护功能，比如失速保护、过载保护，都是不激活的。而驾驶飞机的飞行员啊，对这个是一无所知，他以为自己正在驾驶一个拥有层层保护的这个现代化客机，并且按照程序啊测试飞机的低速性能。当他们把飞机减速到临界状态的时候，失速保护没有启动，飞机呢就急速的就是失速了，并且向地中海快速的就坠下去了。那最后几十秒啊，飞行员实际上意识到了这个严重性，但已经太晚了。所以大家看看德国这个 XL 航空的 888T 的这个航班悲剧啊，和我们正在讨论的 AI171 的这个 WOWFDAC 理论逻辑上是完全一致的，都是一个看似不起眼的物理传感器，那一个是 AOA 啊，一个是 WOW， 因为一个意想不到的原因，那一个是结冰，另外一个还是未知的啊，向飞机大脑的就发送了错误的信号，导致计算机被欺骗了，固执的它要执行停留在地面的这个模式，最终呢就让飞行员啊在一个错误的信息框架下无助的飞向毁灭了。那另外一起啊可以作为参照的这个空难呢，是1991年的5月26号啊，奥地利劳达航空的004号航班的空难。那这架是波音767客机啊，在泰国上空巡游航的时候啊，它左侧发动机的反推装置突然在空中打开。反推力装置啊，是飞机降落之后用来减速的这个刹车。那它在空中意外打开，会瞬间产生巨大的不对称的阻力，并且严重破坏飞机机翼上方的气流，导致飞机立刻失控就解体了。那事后的调查是非常复杂的，但它根源啊还指向了一系列的电子和液压系统的潜在故障。而整个飞机的安全系统之所以允许反推力这个本应该是在地面专属的这个动作在空中发生，它的背后啊同样就牵扯到了复杂的这个系统逻辑判断。其中呢 WOW 就是轮上重量的信号，正是防止这个反推啊在空中被激活的这个最关键的几道闸门之一。当这个逻辑链条出现错误的时候啊，地面动作就可能在空中被解锁了。所以劳达航空啊004号航班它的悲剧呢和 AI171 相似之处在于呢，他们都涉及到了一个本来不应该在空中就发生的这么个指令被意外执行了。所以 AI171 呢是燃油切断这个通常啊在地面关车的时候才会执行的指令被意外激活了，而劳达航空004呢则是反推打开这个绝对的地面指令被意外激活了。所以这两个呀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令人不安的可能性，就是当飞机的大脑啊对自己究竟是在天上还是在地上
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产生认知错乱的时候啊，悲剧就可能发生了。所以这两起用鲜血写成的历史案例啊，它很清晰地告诉我们，我们给 AI171 所构建的这个 WOWFADEC 故障理论啊，不是空穴来风啊，他们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令人不安的可能性，就是当飞机的大脑对自己究竟在天上还是在地上这个最基本问题发生混淆的时候，悲剧又发生了。所以阿贝拉塔纳博士啊，作为一个顶尖的航空法学家，更是从法律层面啊指出这个理论可能引发的巨大地震。他认为啊，如果这个理论被证实，那么 AI171 的责任认定就会开启一个全新的篇章，叫机器罪责。那他引用了美国的判例法指出啊，拥有监管机构的型号合格证并不能免除制造商的民事责任。如果波音的 FADEC 的软件逻辑在一个可预见的，比如说 WOW 传感器可能故障，但是没有被充分考虑的情况下发生致命故障，那么即使这个软件通过了 FAA 的认证，波音依然要承担侵权索赔。所以这就意味着呢， AI171 的悲剧啊，可能不再是某个人的错，甚至不再是某一个物理分身物理零件的错，而是一个算法的错。法律会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这个挑战啊。所以当一个决策是由一段代码在一个远超人类反应的速度的瞬间做出来之后，我们传统的问责体系我们该怎么应对呢？所以我们聊到这儿啊， AI171 前面说的罗生门，似乎又有了一丝曙光。在这个全新理论啊，把我们对人性的黑暗猜测中呢解放出来了，引导我们去审视一个更深层次的也更具有未来性的问题，就是在我们日益依赖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的今天啊，我们怎么确保那些隐藏在代码深处的认知逻辑不会在某个关键时刻成为背叛我们的数字幽灵。当然了，这目前还只是一种理论或者猜测，是吧？它在逻辑上还是自洽的，但最终的答案啊，还是需要调查人员从那两个黑匣子，特别是从尾部找到那个反常受损的黑匣子里边去寻找最直接的证据。不过这个理论的出现啊，本身也就意义非凡了，之前从来没有人提到过啊。它让我们看到呢，面对一场复杂的这种悲剧啊，简单的归咎于人或者机器，我们还应该可能需要第三种视角去审视那个连接着人和机器看不见的逻辑本身。那前两天在群里边跟大家讨论说，如果我们再出去的时候啊，将来家家都有保姆机器人，是吧？那我带着保姆机器人，假如我人身受到损害的时候，要把我装到这个运猪的车上的时候，这个机器人会不会保护我们呢？我认为这个机器人应该保护它的主人的。我朋友就说，你拉倒吧，一个命令机器人帮助人家把你装到运猪的车上，好吧，这就是今天的话题，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